丝啊。叮叮，宝玉啊，用不到啊，宝玉。哎呀，不是有尸体，怎么看到？你们最后是要把它打掉吗？啊？怎么要打掉？这个任务、啊啊、打，还剩一次，不打白不打。总共三次，怎么可以让你自己赚呢？怎么一堆上班上课在偷看的？没事没事，真的有在看的没有几个，都在挂的。研磨回避，缩短准备，抢走体术，攻击猪，耐水猪三。好废啊，这是。探险队，我去用一下猫咪。哦，群体呢？捡到四个奖励的麒麟，谁啊？啊，刚捡竹鸡，捡到四个奖励的麒麟啊，这不错哎。最近都没有捡到五个奖励的，我都是等魔物啊，没办法。感觉要打巨魔比较好捡五个奖励的，有可能。我这个四套龙还是赛道的，因为最近没有在做新武器了，所以没有缺巨魔素材。没错。你下课就你是放学的下课还是休息时间的下课？好きなものはドキドキドコ。ドキドキドコ。ドキドキドコ。最后一次的任务。哦，我来了。哦，给我死。他给我什么任务？垃圾，垃圾，也有雷狼龙，不错。雷狼可以留着啊。对啊，我留着。哎呦！去这里帮帮。放学的下课，什么学校这时间下课啊？三点半哎、欸，有那么好？国中，国中也是五点吧？国中大概四点左右吧。啊？没有吧？第八节课是四点，四五点。可是有第八节课。对啊。
我第八节快就是五点。强迫都第八节课吗？现在都不用强迫的了，这么好。不知道啊。都是上到五点嘞、欸。对啊。我没有四点下课过。嗯。要么提早放学，要么就是有事情。从来没有提早放学过。以前有。提早走会被老师干的、欸。真的。走了。然后班上为什么只有一两个同学没有第八节课？然后老师会被主人赶。对，真的。去哪？这里。他在哪里啊？楼下。他在家里，他在家里。嗯，我刚才捡个竹席。拿个石头来给他。等下没课，提早放哦，没有课，所以提早放人哦。那他整着。哦，现在学校应该不会逼他们上第八节了，毕竟有那个疫情。嗯，能早下课就早下课的感觉。狗爪勾得到弱死欸、哦啊、我刚勾到的，我看到了。你刚打在我屁股后面，我想说怎么滚不走？你偷戳我吗？我确实有戳啦，他有没有戳到你？不好意思，我往前冲要接近他。哦，危险。你就不用怕哦。除非你是被打到水里面很重伤，那个才补不起来。关紧要关头，换做是你命要自己没有。翻译龙的调查报告。水哦，又可以删任务喽。
那首歌。酸爽，可以撞。我撞了。好好，撞撞撞。所以说应该会再输一次。撞到他有断尾了，我断我断尾的，现在直接好玩，直接七成，他尾巴在水里呀、啊，酸酸，不怕，不痛，有不痛，有我感受到不痛了。可以啦，挖完血还一半以上。对啦，那时候捡宝藏的时候就是这样捡啊。没错，差点闯起来。他还没开眼。你在狂吃、欸、你在干嘛？不痛一桩啊，不然不是，我看你是跟着雾在跑、欸、你追风少年哦、喔。没有，我想说他应该会发现，他从右边往左边跑，你就从右边往左边撞哎、欸。我画面是这样子哎、欸，我本来闪那个雾啊，结果他没，我没有完全闪掉。交出来！我来，太红了！
快死了。看主机在哪里？上面会有一个。一巴掌也播啊！我一巴还没播。跑到上面先，我跑到上面先点主机。上面那个好像是固定的，都会在那边有一个。哦。暂停一下，等等回来。好。哎、欸，在外面可以播啊！我牛逼。牛逼。了不起哦！是啊，你牛逼，你的内裤一定很难买。妈、啊，他直接走了，干嘛告你开黄腔？这是你讲的，妈的！你说你牛逼耶、欸？哎、欸，我牛逼，谁讲的？哎、欸，那个意思不同啊。那请问 B 是什么意思？很屌的意思啊。那屌又是什么意思？屌就是很 chill 啊。是。放爆筒去。去挖个包子。没有调查报告。哎、欸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他怎么那么早醒？啊，有撞到就好了，没差了。然后口罩还没发，等一下，好了好了，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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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吧，我自身化为道统。哦。我等着你过来。等着你过来。完蛋了。哎、欸，他给我转弯！你是他 juke 我啊，他有点强啊！我看都知道他转弯了。是，我以为他会直直的往我撞啊。爆炸！我刚真的以为他会直直的投进我的怀抱啊！还想爆啊？我想说，他明明没经过，为什么会爆？哇！妈的！叮叮叮叮！我在干嘛？为什么你不会啊？我不知道你在干嘛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子？为什么？完全意义不明。不是，我只是好奇，怎么是这样子？怕小。哎、欸，还有啊，我还是有啊。哎、欸，我想要帮你针灸一下，治好你的病，人家没了。调查报告。你刚刚那个估计是胃痉挛呢。还行，胃痉挛。啊，给了什么东西？耐战二，耐爆二，龙好酱猪哎，这是有什么用吗？我再拿第二颗。龙好酱也是最配不起来的东西。没错，就跟我昨天拿到那个什么精神那个什么精神抖擞和那个体术猪一样。
完全配不出来的东西。啊，有可能要配酱的时候，可能可以擦一下了。我那时候拿到啥？我看一下。好吧，记得。哦，对啊，浑身体素足啊。好打的。白痴的那个珠子。捡那么多，一个报告都不给我哎、欸，倒是拿到两个巨甲虫的。那我来打兽龙种。你要先解活动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那我拿拔刀底看看。好，可以啊。活动有什么看一下？就直接去打那猛牛龙啦、啊，两头猛牛啊，第一个在一号营地就是好了。对啊，我接吗？你接啊。第二只位在森林。那我跟你不一样，第二只会在六号营地附近。因为那时候，它不是随机的吗？我是连续两次它都在森林的第二只，因为它会直接冲到森林去啊。我就是干脆在那边森林等它。发光笛，有包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他冷的、啊，我看到了。你好，你好。等你们还是结巴的？结巴没差。弓算轻武器还是重武器啊？轻啊！哦，那不是先撞啊？我就捡到一颗石头，用在刚刚的撞。还有石头吗？你是问他吗？他挖给你看。我抓不了、啊，刚刚抓不到哎、欸。哇！
飞起。啊！哇哦，一下220，哇哦！